离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今天这个账号冒险等级53，老规矩，先看角色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？这一次终于稳了吧。湖心昼夜作为老牌 T 零队伍，放到现在那依然强度在线，能够凑齐这四个人的账号，只要你不瞎养，那基本上没有痛苦的。而且这个账号的另一队也很明确，有莱欧斯利，胡桃的话又不抢班尼特和香菱，这直接再来一支莱欧斯利融化队，完美。但是咱们不能得意的太早，能来找我的账号那个个都是身怀绝症，总能给你整出一点让人眼前一黑的新花样。让我们再欣赏一下背包。哎呦，还有莱欧斯利的专武，这东西可少见呢。九九成，稀罕物。账号情况也了解了一下，角色培养的思路和方向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主要呢就是现在的练度还是太低，那我也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，就尽力帮你先提升一下练度。咱们的思路是这样的，给胡桃刷一次宝。礼物成了。当然像升级角色天赋、升级圣遗物这种工作，那也就交给号主了。我看他的新活动还没有做，咱们也就稍微帮帮忙。当然这次活动的彩蛋也是非常多的，你像这位著名导演小卢米埃尔，这就是对法国著名导演路易斯·卢米埃尔和奥古斯塔·卢米埃尔兄弟俩的致敬。同时在会场旁边还可以找到著名导演梅里埃，仔细看一看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拿下拿下，这奖励也拿的差不多了啊，剩下的活动的话要等到明天才能开启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也要结束了，关注燕子故事不止，喜欢就点个关注吧，我是燕子，我在原神等你哦。